且比较粗大点，粗一点，平安喜乐。对，啊，你不是港口诶，福杯满溢。福杯满不？也可以，刚刚那个字也可以。你要写什么？都可以。都忘记了哈、哦。对，我要写平安喜乐。平安喜乐。对对对，字体就老师自己。那我帮你跟老师看，老师边缺也不用好缺。老师叫高管哦，啊。平安哦。安排吗？啊，过来，安过来，那个女人，女孩子会在那里。平安啦、啊。一个金，圆满的，对，圆满的。有没有看到这种字体？啊，你不要骗我，有没有看过？没有看过。现在不是看了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对对，有道理，真的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好，这个什么字体呢？这个号称啊器物，又叫做甲骨。甲骨。好，来，那我再帮他签个，我要签那个董作宾书。董还是先签董作宾？你不认识他哦，不熟，对不对？对，绿色，他不是绿色的。老师接待下，在骂你的。好，好棒，好棒，好，谢谢。平安喜乐。谢谢老师，老师我还有三个。啊，还有那么多？我想做，我还有这个啊，公开。基督还是？什么东西？我你给他买那个画了，就要放点，可以来。这是我黄金晚年的叫李丹，快走。福杯满溢，还有呢，这叫做受金书。来来来，啊、哦，好棒好棒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个古代宋徽宗写。小张再给我们一点。尊，再来上。好，谢谢。老师，改一下啦，无简单啦。这啥体力的？这是受经书诶。这样。哎。是吧？看到冇？哎，春福出来。今天一个招财进宝，爱情公益。哦，你刚刚看到招财进宝是受经书诶，是吧？我冇听。一个你冇看到，那我看到是很多。江西人心嘛，就冇。
这联络，那、啊、你们电话也是。招财进，过来嘞。上面的，不是，上面那个是，那个那个朱氏，朱氏如意，上面四季如意，上面朱氏如意。你有批评的？多少批评的？看到批评的那个，第二个对时对时跟对时进，办公。正当的，就是嘛。这嘛这嘛，果然啊。他总是低调，是低调，我们请。刚才是在讲，对对对，啊，你小朋友看看，就是你家是老朱氏的，朱氏的，有啊，真可惜啊。朱老师，朱生下来啊，那我没照，没照，两个底下这样就需要了。啊，所以以宣传嘛，就搞不到。赔他。哦，过来的。你跟我干单，我下楼。您今下楼干单啦？这个，那你看，看你看。还好。心，你都会倒下来。哎，哪里好？哦，朱氏如意，好来。福杯满意。福杯满意。